高咧，我自己覺得係最緊要係高嘅品德啦，富有喺內心裏邊啦，唔好表露出嚟嘅驕傲態度啦。咁所以咧，其實我嚟講咧，最緊要係裏邊嘅內涵嘅税。1980年起步，咁當其時係一個 counter 啦，四尺到嘅櫃咁樣，喺個樓梯底度，咁啊租五分之一間鋪咁樣，咁啊至到1984年到咧就開第一間太子。其實創業咧就好過守業，因為點解創業呢？如果你失敗咧，好正常；失敗咧乃成功之母，咁始終都有機會嘅嚇。咁但係守業啊艱難，某程度上咧要predict到將來跟住未來你做嘅客係會改變成點樣嘅，咁你先可以會俾人哋走快一步。恆生教我哋咧係細莫細於水滴，盡成大海汪洋。華人的食材啦，華人是講感情的，特別在風浪大的時候咧，佢只會鼓勵你，一個顧問形式，即係會俾啲意見你，絕對是有人情味的銀行。Hello， 咁我老公30多年，咁佢都幾辛苦下嘅，見到佢，所以我就在3年多前咧就由屋企嘅家庭主婦咧就走入公司就全職去幫手啦。但系咧，我太太咧佢係對美嘅要求咧就好嚴格嘅。咁呢樣嘢佢俾啲意見咧係我哋之前我哋做唔到噶。除咗生意幫到之外，佢有好多朋友啦。可能就係呢個原因啊。咁你要繼續啦。如果喺錶嚟講咧，係一個錶玉，一隻手錶。最值钱咧系个玉，准时系报到个正确嘅时间俾我哋，系最重要嘅。咁恒生咧就系个表嘅用。